那比那比那比顿顿顿顿顿爆射爆射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我们一起战胜困难，热血沸腾激荡，冒险中友情绽放，结识新的伙伴，突破重重关卡，拯救世界，不怕挑战。爆射对决，召唤无敌的力量，守护宇宙，永远是我的梦想。分家变身，我们越战越强，从来不退让。爆射对决，召唤无敌的力量，勇士精神，危险由我来阻挡。分家变身，我们越战越强，从来不退让。我们勇敢去闯。爆射盾甲是一种超级射击盾甲车，它装载了强力护盾，可以防御对手的爆射进攻，是所有盾甲人的梦想战车。而我火焰竟然意外获得了我的龙神盾甲搭档，从此踏上了惊险刺激的冒险之旅。快来和我一起爆射对决吧，爆射勇士盾甲守护。很久很久以前，盾甲世界受到黑盾邪神的入侵，硝烟四起，英勇的爆射战神挺身而出，封印了黑盾邪神，为世界带来了光明。然而黑暗残余势力仍然蠢蠢欲动，妄想得到强大的爆射之心来复活黑盾邪神。为了对抗黑暗势力，守护宇宙和平，一代又一代的爆射勇士随之诞生。今天新的爆射勇士选拔在纳比纳比星环开始了。第一集出发，实习爆射勇士。我们今天一定要通过选拔成为爆射勇士。又是你们几个，哎，击倒目标护盾即可通过第一轮考核。我先来。阿玄加油加油。开始。不好意思，拿反了。淘汰，下一个。射击靠的是瞄准和精准的计算，这一次我要击倒所有护盾。等等。开始。哇，干得漂亮，不愧是小林。忘记计算最后落点了。淘汰，下一个。火焰加油，就剩你了。这下应该没问题了。开始。看我的。全中。爆射弹都去哪了？淘汰。好了好了好了。没想到又要补考了。没关系的，火焰，至少我们又可以开一个安慰落榜的派对了呀。我现在去给管家打电话。真的吗？那我要吃香喷喷的烤鱼。还有你们能不能认真一点啊，我们现在可是被淘汰了。对不起。基于这次的失败，我决定。就算被淘汰也不至于炸基地吧。怎么可能，我只是想记录一下失败的经验而已啊。是想要统治宇宙的黑盾军团，这个时候我们要趁爆射勇士来抓走他们之前赶紧合影，机会难得啊。
喂，你们给反派一点起码的尊重行不行啊？你们的报社勇士这次不会来了，一定是他们搞的鬼。啊，糟了，博士需要帮助。老头，乖乖的把报社之星交出来，你还能少吃点苦头。哼哼，尽管放马过来，我还能打十个。那个，我是说我还能打十个鸡蛋。哼，别跟他浪费时间。报社之星绝不能落在你们手上，真是个麻烦的老头。那我先干掉你。危险！火焰、小玲、阿玄，你们没有盾甲车，不是黑盾军团的对手，快带上报社之星离开这里。博士，我们不能丢下你。没错。哼。不自量力的家伙，开火！没想到这些孩子居然与这些盾甲车产生了连结反应。不是，这是。是我根据报社之星特别研制的最新型盾甲车，你们的守护之心得到了他们的认可。快使用报社盾甲。嗯，铁神盾甲，报社御甲，发射。要想打败对手，就必须先击倒对方的所有护盾，然后命中爆射核心，击飞驾驶员才行。明白。伙伴们，现在轮到我们反击了。不自量力。阿玄，骑士盾甲是最强的防御型爆射盾甲，快使用双盾联防。看我的。哎，好强的防御力。小玲，天鹰盾甲是精准射击的王者，注意与敌人保持距离。明白。瞄准完毕，精准射击。快用防御阵型保护核心。至于龙神盾甲嘛，冲啊，龙神盾甲。哼，竟然送上门来，给我攻击。他灵活轻巧，适合冲锋，更重要的是，快使用联合射击。龙神盾甲拥有最猛烈的攻击力，就是现在。核心锁定，烈焰龙神炮。谢谢你们守护了报社之星。博士，啊，你说的那个报社之星是台子上那个光球对吗？啊，没错没错。他好像被人拿走了。
火焰，快拦住他！看我的，烈焰龙身炮！爆射之星是爆射战神最后的力量，也是封印邪神的关键。要是落入黑盾军团手里，邪神必将冲破封印，再次给宇宙带来黑暗。鉴于你们刚才的英勇表现嘛，就特招你们三个为实习爆射勇士吧。真的？太好了！只是实习而已啊，你们的目标是前往各个大陆收集散落的爆射之星，阻止黑盾邪神复活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们就能成为真正的爆射勇士。是。这个探测器能够探测出爆射之星能量的大概位置，剩下的就靠你们自己了。根据探测器的指示，下一个目标是底下的沙海大陆。可是我们要怎么下去啊？那我叫管家把飞艇开过来就好了。不用不用，你们凑近一点。任务竟然失败了，没用了家伙。哼哈兄弟。是。带上我最新研制的蟹王盾甲，跟着他们找到爆射之星，无论如何也要从他们手中夺回来。是。